吴尊呢是台湾人气偶像飞轮海的成员之一，而阿哲拍剧之前系模特儿，佢更加咧同Twins合作过拍两首MV。 讲起Twins，两位影男都大赞，good。其实我之前就很欣赏那个阿萨，因为我觉得他演戏很可爱，就是很自然，然后很可爱。 然后没想到第一个MV他们找我的时候呢，我公司还骗我说不会，你不会碰到 Twins， 分开拍，你拍你的，他们拍他们的。我都好唔开心啊，结果咧我一去看到哦睇到哇 Twins 阿萨，然后咧佢咧就同我讲，导演就讲，阿娇系我睇到，阿萨赞你喎，话你只眼咧识一电人。嗯，系阿萨，睇下系。 你要点佢系咪？我点佢啊？哦，唔系啊，我睇到女生就会放电。我睇到女生都会好 shy 害羞，我看到女生就不会讲话。你咁啊？你对住我讲嘢咧？因为你唔 shy 见到我？唔系，因为工作。你唔想食嘢？你讲咩？你唔可以食啊你？唔好系我。冇，因为工作嘛。